各位網友，今日又喺度大家見面啦。我係朱兆基，大家知噶啦，唔使講。不過今日咧就係非常之係開心，係有兩位嚟自雲南麗江，係呢個第二屆武術文化節嘅一個係馬場，係呢個係秘書長，一個咧就係張光宇副秘書長，我哋精武會參觀。 順便探訪，同埋咧好有誠意咁樣咧，係攞張邀請信，就邀請我哋政務會上去麗江嗰度咧參加呢個文化武術節。啊，咁啊有請秘書長同埋副秘書長。嗱，我哋呢位咧就係我哋係政務會嘅會長林展庭先生。好啦。 你企埋一齊啦，企埋一齊啦。OK。嗱，呢位咧就係我哋政務體育會嘅副主席冼孟豪師傅。咁啊，仲有嗰位咧就係我哋政務體育會嘅副主席係陳德全師傅。咁啊 ，Cindy， 你都入嚟呢度影一影，出出鏡，因為要介紹埋你。係。嗱，呢個咧我哋政務會嘅秘書 Cindy。 系 Cindy， 系啦，嗱，佢咧就劳苦功高嘅，我哋每一次啲人嚟我哋政务会咧，都系由佢去安排去接受访问啊，安排好多嘢嘅，咁咧我哋而家咧就系呢个咧就系我哋麗江嘅邀请信，系非常之特别噶啦，系我哋第一次见嘅啫，都系好隆重嘅，好，咁而家咧我哋阿 Cindy 我哋政務會係咪應該送一支旗俾我哋個馬秘書長同埋阿張秘書長兩個咧？由阿會長送俾阿秘書長啦，係啦。咁啊，第二支旗咧就係由你個我哋嘅副主席就送俾我哋嘅副秘書長阿張秘書長呢度，係。好啦，咁咧因為我哋 香港政務體育會咧啱啱先舉辦咗一個盛會，呢個盛會咧就係我哋係90周年嘅紀念大會，係第24屆嘅董事就職典禮嘅出刊呢本書刊，由我哋個副主席陳德全師傅咧就送俾兩位貴賓。嗱好啦，我哋咧因為咧呢兩位係我哋 貴賓啦，係我哋係雲南省嘅麗江第二屆嘅武術文化節嘅代表嚟我哋香港，因為呢次係第二次啊嘛，係咪？第一次咧，我哋都有參加，即係好多謝你哋請我哋去觀賞你哋嘅開幕禮啊，同埋好多嘉賓表演啊咁樣。咁咧，我哋就嗱，我哋去咧就阿林展庭師傅咧。 就喺麗江第一屆嘅時候咧攞咗一個第一獎，第二位呢個咧就係冼孟豪師傅咧，就係喺我哋大會，唔係我哋大會係講錯咗，係你哋嘅大會裏邊係佢表演嘉賓，咁我都有幸同你一齊去喺呢個雪山玉龍雪山嗰度咧係表演。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咧李燕飛師傅咧，今日冇嚟，佢都攞一等獎嘅都係同阿林展庭一場。 一樣攞一等獎，好啦，咁因為我哋第一次咧係我覺得好成功啦，咁但係兩位即係我哋個副主席同我哋會長咧，對你哋第一屆嘅表現有咩意見或者有咩提供有咩嘅嘢，有咩感想咁咧嗱？咁啊，因為我哋能夠得到麗江武術節邀請我哋做呢個嘉賓，咁啊覺得係非常之榮幸啊，咁所以咧呢一次咧繼續落嚟咧。 我哋都多多支持同埋呢個咩嘅咩？不得，我知道你咧會去嘅，因為佢有邀請你去咧，你又會去，因為你啱啱練到好好啊嘛，而家要表現下自己，太親後生啊，咁啊，另外一個我哋個政務會嘅會長咧，佢又有去上一次又去參加比賽噶嘛，係攞一等獎嘅，咁我又想問問咧，你有咩感想咧？又咁啊～ 好榮幸啊！上一次咁啊，得到兩位邀請去，咁又眼界大開啊！咁啊，依個係一個國家級嘅盛事
咁啊，上次我哋去都成見到成2000多3000人參加嘅，咁啊個個都好嚴肅咁，即係比賽之前咧，我見到佢哋喺成個操場滿曬，企滿曬人嘅，有刀有劍有棍啊，咁啊，全部都係好認真，同埋呢個係重點嘅嗰個考點嚟㗎，係嘛？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咩考點？中國武術。係中國武術段位嘅考點。係啦係啦，咁啊，上次我哋又參觀完。開幕儀式啦，咁拉尾又上玉龍雪山啦，咁有好多國內高手又表演啦，咁就真係大開眼界，見到好多嘢啊！咁啊，今次希望又可以嚟你哋度參加啊！啊好啊，咁咧喺呢度咧，我又順便問問兩位秘書長啦，咁咧，我係上一次擺得咁成功咧，咁依次同上一次嘅分別有冇啲唔同嘅咧？又冇所謂非常之榮幸咧，能夠今次落香港咧，受到香港精武體育會咧邀請啊，今晚嚟到呢度做呢個節目啊。咁舊年我哋9月27日舉辦咗第一屆嘅麗江國際傳統武術文化節，咁亦係邀請到朱師傅啊、冼師傅啊、梁挺師傅啊。徐家傑師傅啊，同埋咧啊會長啊去參加我哋嘅武術節。咁我哋會喺今年嘅8月15日咧就舉辦第二屆嘅武術節嘅。咁樣咧，同樣咧，我哋就係非常之渴望能夠邀請到各位大師咧，再次能夠去參加我哋嘅武術節嘅。咁第一屆我哋成功舉辦咗武術節之後咧，一致得到社會上嘅一致嘅好評。咁喺舊年嘅基礎上咧，我哋今年嘅武術節咧會增加一啲新嘅內容，譬如咧會有中國電影功夫30年嘅回顧展嘅。咁啊喺呢個回顧展上面咧，會有好多嘅武術明星啊，同埋啲大師啊會出席嘅。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整有一個亮點咧，就係我哋會喺呢次武術節裏邊咧就舉辦格鬥比賽嘅。咁啊呢個格鬥比賽咧係專業選手參加嘅。咁目前嚟講咧，我哋聯繫到嘅情況嚟講咧，香港同埋澳門都會參加我哋嘅呢個比賽嘅。咁我哋亦係好希望呢個做出一個好精彩嘅武術節呈現俾大家嘅。好啦，咁咧我哋就係副秘書長講完之後咧，我又想問一問我哋嘅正式嘅秘書長，睇佢對依一次嘅。即係舉辦咧，同上一次咧又有咩改進，或者有咩需要係點樣，有咩特別唔同嘅？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到這個我們香港的精武會，能夠看到那麼多的師傅在這裡，心裡非常的欣慰。今年我們武術節在去年的基礎上呢，增加了一個職業格鬥的項目，增加了一個功夫電影30年功夫電影的一個回顧，另外還增加了一個文化文藝產品的一個會展。把整个武术界的内容呢增添了一些，然后把武术界的时间呢也把它延长，而且我们这些武术界呢不单纯是作为一个武术文化，而且把一种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书画和传统音乐结合在一起，这个在我们国内的所有的武术节庆当中也是一个首创吧，应该这么说。总的目的就是能够和香港澳门三地两岸的同胞一起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发扬光大，非常殷切的希望总会的这些各位师父、各位同仁、各位师兄弟、各位爱好者一起到丽江来看我们美丽的丽江，看我们美好的云南，谢谢。非常多谢马秘书长同埋呢个系张副秘书长。咁样我林会长你过过嚟先。咁你依次去到丽江咧，都系一样系参加。表演賽啦，或者係示範賽，咁我哋不如請阿會長睇下打一套功夫，睇下佢嗰個表演嗰套係咩嚟。咁啊，等我哋開下眼界先啊，好嘛？咁啊，陣間咧，冼大師咧，佢都會去做我哋嘅嘉賓噶嘛，唔係又講錯咗，係做你哋嘅嘉賓噶嘛。咁咁樣呢嘅時候咧，我都想話希望冼師傅咧都耍兩下。俾我睇下，咁我哋個副主席咧，三下都得，佢人哋三腳啊嘛，佢係三下，咁我哋陣間都可以請陳德全師傅表演下都得嘅嚇。
咁不如事不宜遲啦，開始噶咯。好啊好啊。咁啊，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啊林展廷會長。